妈出国，我要出差，你要听话一点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你要被爸爸骂哦。你知道吗？啊，你要听话一点啊，不要跟我们吵架啊。听到没有？啊，你要乖一点啊。啊，没问题，没问题。一定要乖一点哦，不可以乱来哦，不可以乱花钱哦。好，还有。知道吗？好，跟妈妈再见。好，拜拜。听话哈，听话哈。好，拜哦，自己小心一点哦。好，拜。哎，那个保险自己找一家。好。好，拜。拜。小心给我。好，他走嘞。怎样？感觉怎么样？爽。什么？爽。爽哦，那你？我很开心啊。很开心哦。嗯。好吧。自由。夜市先逛起来，走。耶。君の虜になってしまえばきっと水の中の宇宙人すらのもっともう戻れなくたって忘れないででも気持ちを伝えてしまえば下次衣服要不要翻过来？哦，好。我的汗一直流。没办法，不好做。你要几个？三个。学校的，我做的是学校。这一个。姐姐嘞？你还有几个作业没写完？你还有几个作业没写完？快点啊！你不知道吃麦当劳？知道啊。他说他要写慢一点，这样才比较好吃。哦，那妹妹不要买了，妹妹要再写快一点。没有啊。那要不要很快？我都写了。还有吗？还有哦，你看薯条。哦，薯条一大。阿俊。对啦。爆炸多。嗯。非常多哦，你别让我。好，谢谢。看一下。阿 B， 薯条来了。哇。满满的香气。哇。好多薯条哦，几块几酱吧，开动！会辣吗？会。哇哦！深水炸弹。哦，我要开动了。啊，爽！爽吗？就是爽啊！开动！啊！哇！那你要去哪里？花栗鼠要去哪里？买口香糖啊！买口香糖？他是想去钓鱼。那你不要多说话啊！那你赶快把作业写一写。好啊。来了，来了，来了。
是与非，怎料事与愿，心中的花枯萎，时光它去不回。唱着我是隔壁的泰山，抓住爱情的藤蔓，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缘分让我们相遇了是意外，在我的右边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我正在看见你，看着你，目不转睛。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为我破壁花墙。对你有些不大气，开始有一点尴尬。热烈的白羊。再恋另一个礼拜，才学会怎么忍耐，确认过也想和你在一起，有时也怀念当初一起经历改变。你的笑像一条鹅穿过我的心弦。明天再晚餐，起床了。哎，黄玉米起来了。枯树还没发芽，就被逼着要开花。妈妈说要快乐，却没告诉我方法。成长它教会我，失败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还相信这句话。人们都只看结果不看过程，喜欢用分数决定人生。谁又像普通平凡的过一生，可手里只有普通剧本。枯树还没发芽，就被逼着要开花。妈妈说要快乐，却没告诉我方法。成长它教会我，失败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还相信这句话。做自己的光，不需要太亮，谁说要逆着风才算飞翔。孤独的路上还要走很长，成长而自本来就没有偏旁。做自己的光，你们要吃什么？可以吗？好吃，黄柠檬要吃什么？吃不下了。吃不下了，饱了。那你要去拜拜吗？又是糖葫芦，好冰啊！好冰，
好吃啊。好吃吗？嗯。每天都被喂蛋。但是太多不行啊，太多等一下它会缺氧。缺氧。乌龟都不玩。对啊，会缺氧。怎样缺氧？乌龟好多啊，对。哇，好多哦！乌龟也要吃啊。他妈有胡子。是哦。他叫做什么？对，他说以前河马有一只马好酷啊。他说什么？以前河马叫做……走，再看名字。然后后来呢？他就是死掉了。在那个最里面有一个躺在地上的那个。哦，我看到了。看起来有点假。有一个躺在地上那个。不会动。这里有几个啊？过来看吗？是吗？特别吗？我看到了，应该是借调来的。没有，我看到了。他被热死，快被热死。啊，跑掉了。嗨。六福村才会很多。没事，我户外教学就要去那个。哦，他过来了。好看吗？好看。好看。小猪贝贝。耶！放假啦。嗯。我妈还没回来哦。啊！哦，金头发也要戴了。那个金头。妈妈去了，回来了。有想我吗？有。感觉不出来呢。呀，你有想我吗？有啦，有呢，有呢。爸比，他怎么听见你说他就没有很想？你看他的表情。他妈，我买饮料给你们喝。耶、yeah. 嗯。嗯，同学，请。习惯呢？这边。这边跟你们讲一件事情。等下回去便当洗一洗，我要去宜兰。我妈去礁溪泡温泉。不用住饭店，明天再写啊！明天回去好好写写。好了，应该没有泡温泉了吧？庆祝吗？没有，没有泡温泉呢。哦，好吃！这吸管都变形。开心不？嗯、妈回来喝饮料了，对，开心不？嗯嗯。有爱我吗？有。有。好了，爸爸的伪单亲结束了，辛苦了辛苦榜哥，我喝过了，没有眉毛的，我喝过了。我终于。